历史文化风俗生态在地文化在地文化。咱今天继续来讲最后一篇的车匠，就是巴斯加鲁哈，巴斯加鲁哈，叫做车匠啦。在公元1940年，日本发动的东亚战争的尾期啦，因为油哈，拢对国外进口啊，需求量非常的大，啊，油料不足，油价大起，客运呢为着成本啦。迄个时阵就开始吼减班啦，车班减少，啊开始吼人啦伤济嘛是一笔的成本的开销啦，啊就开始裁员啦吼，啊咧巴斯加鲁哦车长，你咧工作吼，伊压力就愈来愈重吼。迄个时阵渐渐开始做车长，做巴斯加鲁吼，拢爱去轮班啦吼，像人有闲啊互相的代班吼，啊大家拢。叫做什么阿姨吧哈，就是讲互相啦，互相来，互相去啦。啊，客运因为车班减少了后啦，有时啊哦，你若像讲今仔日都已经本来爱休困啦，入站要休息啊，需要调度，需要去出车的时阵啦，啊，调度完伊会话讲吼，奥里卡 S 吼，老辈人可能听有吼。就是讲折返吼、哦，不要入库，要出车的意思就对。奥里卡 S 吼、哦，发音那无准吼，唔通甲我笑吼、哦。客运甲车长因是命运的共同体，好的时阵对你好嘛，唔好的时阵有那对你唔好，所以唔管怎样啦，人讲三年一运，好歹照轮，这就是人生。无外久，日本战败投降咯。台湾人欢天喜地啦，脱离日本的统治，但是呢，世事难料，无人想会到，闪耀的去换一个闪赛来，这是台湾人的宿命。何时何日，台湾才会当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呢？在地文化，感谢收看。